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2面第一行，602面。一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辩证实谛。这一句里面呢，有很多意思。我们前面学到十波罗蜜，十波罗蜜还没有学完，学到第九条。列波罗蜜，列度三贤，利呢就是利用，就是作用。在佛法说呢，称为德用，有德就有利，没有德了，那个利不是真的。纵然有利了，他会做错事，他会带来灾难，所以一定要有德行，这个德用啊是最好的了。它有三种，第一种，思则利，思维兼择一切善法而得其利。这个意思不难懂，但是很不容易。也就是事出世间法，我们要选择，什么是对我有利的，什么是对我有害的，这一定要懂。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十度皆是后后胜于前前，最后包括前面所有的，前面不包括后面。好像我们盖房子十层大楼，第一层不包括第二层，我只有第一层，有没有第二层无所谓，可是第二层一定要有第一层，都没有第一层，它怎么能成立第二层？换一句话说，第十层一定包含下面九层，这就是后后胜于前前。那么这个德用利用这道德的利用，你看它包括前面布施有利，持戒有利，忍辱有利，精进有利，禅定般若都有利，还包括前面方便跟愿。你才晓得思维选择，没有智慧不行啊，没有智慧往往选错了。选错了不但带给现在的痛苦，后来的痛苦更麻烦了。现在的人选择什么？选择的戒是名闻利养，选择名利，特别是重利，选择怎么样去赚钱，钱能赚到吗？如果真的那钱可以赚得的话，释迦牟尼佛也去赚钱了，孔老夫子也去赚钱了，
这些人呢，对于事理通达明了啊，钱不是赚的，是什么呢？是德行感召来的。所以要有德，要有命啊，没有德，没有命，哪来的财富啊？哪里来的名利啊？啊，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得名利的人啊，他却是不择手段，哎，他也能得到。我们看错了，我们只看到表面，没有深入一层的去观察啊，深入一层去看呢，你就明白了，他今天不择手段也能得名利，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修积的厚啊，那不是精神修的，精神他不懂得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而过去生中修积和积和积得厚，积得大，他今生用的手段不正确，意念不清净啊，他还是能得到，得到的呢已经打折扣了啊。譬如你看到他今天是亿万富翁啊，其实他命里多少的命里可能是两个亿、三个亿、四个亿，现在只变成一个亿啊，这为什么呢？这就是他念头错了，他行为错了，他如果还是用道德、用仁义、用慈悲，那他今天的这个财富决定不止一个亿啊！命里有两个亿，因为他的德行好啊，心好，行好啊，他可能从两个亿上升到四个亿，他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如果用心不善，起心动念损人利己，想夺取别人的，他命里两个亿就减了一半，打对折了，他只能得一个亿。这古人懂得，有德有命。今人不懂啊，只是靠着竞争、斗争、战争，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啊！不但是命里福报啊，亏折了，将来的果报啊，都在三途啊，苦不堪言呐！谁知道？佛知道。啊，所以经教不能够不相信，选择不能不慎重。释迦孔子为什么选择教学？教学是在累积功德。啊，你说他在世，在世是的，是很普通的人，平常的人。尤其是孔子在社会上没有做过高官，民不贤啊，家庭不富裕，
是小康之家，啊，能够维持温饱而已。啊，他的学生，最好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颜回。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颜回贫贱到极处啊，只可以说比乞丐好一点。啊，但是颜回的德行，颜回的觉悟，在同学们当中都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颜回的心态端正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后人谈到孔颜之乐，孔子颜回，他们快乐，他乐在哪里？乐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一点都不迷惑，这个真乐啊！啊，有这样的智慧能力，才有思择力，啊，就是你思维选择的能力。啊，释迦牟尼佛选择终身教学，啊，这是一种行业。终身教学里头没有名，也没有利。啊，他为什么选择这？这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跟财富没关系，跟地位没关系，跟荣誉没关系啊，跟真实智慧有关系，跟德行有关系啊，跟清净慈悲有关系啊，这个是世间所谓的高人呐、啊。啊，所以这第一个是慧德，智慧的德用。那第二呢，修习力，就是学习。啊，学习要怎样学法呢？这个地方用的文字，为修行素习殊胜妙行。我们用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一句话其实的意思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就是殊胜妙行啊。啊，修行，行是行为，行为有了错误，行为有了偏差，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啊，行为太多太多了，佛陀把它分为三大类，叫身口意啊，再多的行为总出不了这三大类。啊，一个是你身体在造作，一个是口的言语，一个是念头的思想，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意业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身体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身口意把所有一些行为全部包括了，一个都不漏。行为错误了，做错了，说错了，想错了，怎么办？修正过来。
用什么来修正呢？用古圣先贤的教诲，用佛菩萨的教诲，啊，那是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对照，来检点。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修习里了。圣贤佛菩萨那是标准的，所以修习里是戒的直接。孔孟教我们《弟子规》，老庄教我们《感应篇》，佛菩萨教我们《十善业道》，这是标准的，但要认真干，天天干，一天都不能松懈。啊，先把基础打好，这是什么？修习力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无论学什么东西，是法佛法都不得力。啊，不得力就没有收获。你什么都得不到，学一辈子都得不到。这种人在社会上太多太多了，无论出家在家，你都能看见的。为什么他们修行一辈子不得了？你有没有想这个原因？啊，你要不去想，这个想就是前面的四者里。你怎么会选择？啊，看到人家失败的地方，不得力的地方，我们自己学习就要回避。啊，我们要改进，我们才能够有收获。啊，别人走的这个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学习跟着走。他走的这个路是错误的，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改正。中国传统教学，佛菩萨的教学是把戒摆在第一了，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戒就是守规矩啊，那不守规矩怎么行呢？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梵王经教出家人两条重戒，不做过贼，不谤过主。在家的佛弟子，佛在璎珞界上也有两条重戒，不漏过税，不犯国制，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啊，佛弟子决定不犯法。啊，决定不漏税。啊，漏税是盗戒，盗取国家的财富，那个罪可重了。
啊，你盗一个人的，你将来还一个人；你盗全国老百姓的，全国家的财产是全国老百姓的税收，那么全国老百姓都是你的债主，你什么时候还得清？盗窃里面最重的是盗三宝物，啊，就是寺院里面的财物，叫三宝物。如果他是个正法道场，设法信众来供养的钱，你要是拿去乱用，啊，那个劫罪比盗取国家的钱还要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人口有限的，佛弟子的人数没有限的，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这些佛门弟子，特别是出家人，他都有份，你怎么可以盗他的啊？他是真正出家人，他是真正在行菩萨道啊，所以这个常住叫十方常住啊，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有份呢，你怎么可以动用他的啊？所以佛在戒经里面讲啊，佛子纵然犯了无逆十恶，这是阿鼻地狱罪，佛都能救。到常住财物，佛不能救。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到常住财物，佛怎么能救啊？你的债主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真正出家修道人，他都有份。那个结罪可太麻烦了，啊，所以我们学习要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必须把三个根扎好。那出家还要加个根，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里头有十条戒律，有24门威仪，要做到啊，做不到不行啊，做不到是假的啊，殊胜妙行啊，啊，正得其理啊，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利用。啊，要戒的。第三呢，变化力，为神通利用，化度众生。这个变化力从定来的，戒的、定的、慧的，慧是选择。啊，为什么说神通利用啊？人心定，本能就恢复。啊，六根的能力就恢复，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啊，这都是人的本能。你本来都有，因为你迷失了自信，你起心动念生烦恼，不生智慧。如果你心定下来了，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古德说了，放下即是啊。难呢，就是难在放不下。
啊，放下戒定慧就圆满了。啊，随戒，佛经上讲得很好，有律仪戒，有定功戒。你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里头没有过失，心里头没有过失，言行自然没有过失。心是主宰啊，道恭敬倒是觉悟了，明白了，决定不会犯过失。他都能产生神通利用，你一定有善巧方便化度众生啊！涅波罗蜜圆满了，幕后制度三行，制度有三种。这个智是全智，第六是般若啊，是实智，那是智慧的体。前面跟诸位说过，方便、愿、力、智，通通都是般若智慧起的作用。啊，没有般若智慧，这后面四条就全没有了。啊，运用到最巧妙，我们讲最纯熟、最巧妙，啊，痕迹都找不到，那就是智度。这有三种，第一种呢，无相智。为观达一切诸法，性本自空啊！观是观照啊，像《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着重在那个行。般若波罗蜜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行。啊，把般若波罗蜜做出来呀、啊，这真叫得了得其受用。啊，你看他第一个受用，不就是此地讲的无相智吗？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离苦得乐了。一切苦都没有了，那就是一切都乐，一切都乐就是极乐世界。只有乐。没有苦，不但没有苦，苦的名字都听不到。啊，那么再跟诸位说，苦没有了。乐还有没有？苦乐是相对的，有苦才显得有乐，有乐才显得有苦。啊，这是相对建立的，苦没有了，跟诸位说，乐也没有了，那叫真乐。啊，有
这个无苦有乐，乐还是苦啊？为什么？你心地不干净，你还是不染污啊？啊，你染污里头是有苦乐的染污，苦的染污没有了，还有乐的染污，乐的染污都没有叫正乐。那我们要晓得，极乐世界苦乐两边都没有。这叫真乐。那么观照了达一切诸法自性本空。你在一切诸法啊，面对一切诸法，六根接触六尘诸法，你不会起心动念。为什么呢？六根、六尘、六识都是幻象，都不是真的。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冤枉了，你错了。如果真有，你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还讲得过去啊，这情有可原啊，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啊。连现在科学家都知道，啊，他们研究的结论说，这个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这不就是说吗？一切法自性本空。那么我们要问一问，彻底了解事实真相，他对于物质现象还会不会执着？不会了。为什么不执？执着不到。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怎么能执着？不但外面这一切法你不能执着，包括身体，包括我们的思想都没有办法执着。为什么？这也是空的，它不是真的。所以大乘教里面佛说万法皆空啊，这是真话，没有一样是实在的。这是极高深的智慧。真正明了诸法实相。相有性空。事有理空。你要是有执着，告诉你一句话说，因果不空。你要不执着呢？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呢，这诸些因果也没有了。因果从哪来的？起心动念，因果就出现了。不起心不动念，因果就没有。啊，这是大乘经的精义精华。第二种，受用
伐落智，为修行正德，一切种子恒自受用，得大自在。这叫自受用，你自己亲证的这个境界，法喜充满啊。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这个喜悦。这个喜悦是信，所以长生欢喜心啊，弥勒菩萨给我们现的欢喜相啊。世俗人有很多人称弥勒叫欢喜佛啊，其实那个样子是那个样子，是我们本来的样子。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欢喜相，信德嘛，它本来就是这样的。现在问这欢喜没有了，欢喜有，不是没有了，变质了，变成苦恼。迷了，你看就变成苦恼；觉悟了，就变成欢喜。所以这是苦乐的两种相，而且苦乐是一，不是二。总在呀，迷悟不同啊。除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提示一个啊，觉了就乐，迷了就苦啊。所以，佛菩萨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帮助？用教学啊，教学能帮助你觉悟啊。这一觉悟，苦就没有了，乐就现前了。所以你看，离苦得乐，功在教学啊，功在觉悟啊，觉悟就要靠教学。教学特别要靠示范啊，教的人要把觉的样子表现出来，哎，他真觉了。如果他自己还没有觉，他怎么能帮助别人觉？自觉而后才能觉他啊，你看阿罗汉自觉，菩萨呢自觉之后觉他了，道佛那个觉就大觉圆满了。圆满就纯粹是觉他了，没有自觉，自觉圆满了啊。自觉到什么时候圆满？到妙觉圆满啊，等觉还没有圆满啊。妙觉之后纯是利他啊，所以这个是菩萨位受用法落智啊，修行证得一切种子。你看目标这样的明显，我们修学这个修行，为什么？修行目的在哪里？目的在证得一切种子，什么叫一切种子？套一句宗教化的话来说，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你没有一样不知，你没有一样不能。那个能是什么呢？能生能现。我们六道众生在这个境界里头，自己一定要知道，能生能现就是不知，不知就是迷啊。所以自信所生所现，因为我们迷的念头把它变质了。你看，原本是一真法界，现在把它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苦报，谁变的？自己变的，自作自受啊！不是别人变现出来给我们受，没这个道理，通通是自己变自己受。啊，我们自己身现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这个这一些众生什么关系呢？就好像现在的网络一样，这也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网，非常的严密，重重无尽，都在这个网络当中。这个网络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啊，一个细胞动了，一个电子动了，更小的一个量子。全都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的时候，因为说我们是连体的，网络连体的，那你发现说我们通通都接受到，而且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也是个发射台，啊，我们将我们自己所有一切状况不断向外发射，同时也收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念头是一个收发台啊，能收能发了啊，因为我们迷惑，啊，把我们的智慧德能都障碍住了，智慧德能并没有破坏，它不生不灭，啊，虽然没有被破坏呀，但是我们对它，啊，它我们对它起了个副作用，把它染污了。把它变质了。它本来是纯善、纯净、真善美慧。我们现在把它扭曲了，变成了烦恼，变成了恶业，变成了六道三途。啊，扭曲了。佛菩萨的教训，圣贤的教训，没有别的啊，希望我们觉悟把它还原啊，不要扭曲，还原。
还原就是最好的，就是最真实的，最圆满的，啊，最幸福的，也是最和谐的，自信的，无量的德能，通通开显了。佛家说大慈大悲也，儒家讲仁义忠恕啊。啊，回归到这里，就回归到圆满，回归到至善。啊，大学里面说知于至善，这是圣贤教育，这是佛菩萨的教育啊，真的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今天讲的科学与哲学都在这里头啊，而且是达到究竟圆满啊，科学的究竟圆满，哲学的究竟圆满，这个境界是什么？妙觉佛果的境界啊，恒自受用得大自在啊，恒自受用是自受用，得大自在是他受用。大自在从哪里现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因，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这是得大自在的相啊。制度第三种，成熟有情志，这是妙觉果位，就是前面一条讲的得大自在，为教化扰疑一切众生，成就道果啊，这叫得大自在 啊！你看教化，教是教学，话是讲教学的成就啊，通过教学的手段，让接受教育的学生都能够变化气质，都能够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为圣。所以化是成绩表现的啊，教要不能变化，等于白教。教育没收到效果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教的是什么？它有没有变化？有。跟着教起变化。今天全世界啊，从小朋友上幼稚园三四岁，聪明的小朋友上幼稚园，老师教他，家长教他，叫什么？竞争。
他有没有变化？有，他真的就竞争了。啊，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所都叫就竞争。啊，再提升一级叫斗争。啊，斗争再提升就战争。这个世界上你能说没战争吗？从小就教你啊。那么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战争的结果是整个地球同归于尽。啊，人类借着科技这种能量能够毁灭地球。啊，科技发展到最后就是这个结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一桩事情怎么来解决？谁能解决得了？没有人。李老师往生的前一天告诉身边的学生们，啊，这是同学把话转给我的，老人说世界乱了，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李老师最后的一言，啊，最后的教诲是叫我们一心念佛，专求净土。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这个世界普遍推行这种教育，竞争的教育，损人利己的教育，这种教育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了解他走的是死路，他走绝了。啊，让人家起心动念说有我就没有别人，有别人就没有我，啊，跟任何人都是敌对的，跟父母是敌对的，夫妻是对接对立的，啊，兄弟姐妹跟哪一个人他都是对立的，诸位想想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和谐？不可能啊。啊，中国古圣先贤教育从婴儿就开始教起，叫什么叫让。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忍让。啊，渐渐长大了懂事了，十二三岁懂事了谦让。成人呢礼让。不争啊，最高的境界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它是和谐的。它是符合仁义道德的。它与自信性德相应。啊，这种教育推行到极处是圣贤，人人成圣成贤。啊，世界呢，极乐世界、华藏世界。
啊，全都是人造成的，就看你走哪个方向啊。这就是前面讲的选择的能力，你要有智慧去选择啊，你选择的是真正幸福，你选择的还是毁灭这教化饶益一切众生，一是利益，饶是最丰富的利益，最圆满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教化众生啊，啊，成就道果，道果是佛道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让一切众生通通回归到佛境界。啊，你本来是佛，你本性本善，回归到你的本善，这个教化就圆满了，教化就成功了。底下卦符里有个简单解释，就解释一切种子。一切种是什么意思呢？知一切道，这个道是讲的理，宇宙人生的理，明白了。知一切种，种是种种，一切种种意思是指的相，现象，现象很复杂，现象的作用啊，用华严经的三个字来说，一切道就是体，一切种就是相跟作用啊，这就是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全都包括在里头啊，这叫佛知。这波罗蜜我们就修到此地啊，要搞清楚，要会用，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啊，前面两个是基础，不是职业啊，不失是放下，持戒是守规矩，你不能够严守规矩，是因为你没放下，真放下了，自然就是规矩，欢喜是规矩，决定不会违背，任何力量强迫你违背规矩，你都不会接受，为什么？你放下了啊，凡是不能够循规蹈矩的都是放不下，放不下情执，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七情五欲，那这规矩很难守了啊，真能放下，这规矩是自然的，我本来就是这样，还用得着手吗？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表现多自然啊！古人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意思很深的啊。无论世间出世间，不依规矩
不能成就。啊，归去一定要相信古人，特别是有成就的古人，更值得我们信任。为什么？他成绩我们看到了，啊，没有成绩显示出来，他说的话我们未必相信他，他全做到了，啊，孔子做到了，释迦做到了，那他的话还能够是骗人吗？我们能信能解，福分啊，智慧啊，我们能够依教奉行，那是大福报啊。为什么呢？你真能成就他。啊，下面说，你看，表十种般若蜜，能摧伏十种烦恼。你修这个十种十般若蜜，你就能断十种烦恼。这十种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见思惑。见思烦恼，惑起来十种。佛告诉我们，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地，三界九地，总共有见惑88品，思惑81品。啊，小乘经里头要学，他们主修的课程呢，在大乘教里面，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5大类。见惑也是5大类。88品归为5大类，思惑也归5大类，所以一共就10种。啊，先说见惑，学佛，无论大乘小乘，都要从这里下手。我们前面曾经学过8正道，这10种烦恼就是8正道里面前面2条。一个是正见。5种见惑断掉了，就叫正见；5种思惑断尽了，叫正思维。可见这个重要啊！这叫真干，这叫真修啊！第一个，萨切耶见，萨切耶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身体啊，所以一般我们讲不讲萨切耶，讲身见，那大家好懂身体。6道众生，
哪一个不执着生是苦？如果你说生不是苦，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怪呀、啊，你这个人、哎、跟人不一样啊，你是异类呀、啊。小乘阿罗汉以上，大乘初信位以上，啊，大乘总共菩萨51个阶级，没有一个阶级里头说有我，生是我，没有，身见全破了，身见是从初信位就破了。啊，似乎慢慢的把它破净。啊，我们讲菩萨，十信为菩萨嘛，二信就开始破似乎，二三四五六到七，似乎破净。我们讲见思烦恼断了，在小乘证阿罗汉果，在大乘呢其性位的菩萨啊，实性里头的，没转世成智啊，往后虽然用的是妄心，用的阿赖耶，用的正，为什么呢？完全用佛菩萨的教诲做标准，修正自己错误的信心啊，他用的真啊，虽用妄心，很像菩萨啊，菩萨用真心，不用妄心，那真菩萨。所以一定要晓得身不是自己，对待这个身不要太过分的去重视它啊，当然你也不要有意去糟蹋它，那也是罪过啊，不能过分重视。为什么呢？过分重视这里面就产生了情执，你不但没有提升，你堕落了啊！堕落在哪里呢？堕落在六道里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相了解之后，这个身呢？时时可以舍，没有恐怖啊！念念想求生净土，我求生到极乐世界，我不能把这个身体带去啊！这个身体带去的时候，你自己也感觉到难为情啊！为什么叫臭皮囊？肮脏的东西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体是金刚不坏身呐、啊，是法性身呐、啊！啊，相好庄严，无与伦比呀！这个身体带去，那就像你带到一个富丽堂皇的这宫殿里面，带了些教化子破破烂烂的衣服，你还不肯舍弃啊？你带这个东西干什么？所以要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通通不能带啊！你会变成就是欢喜舍掉
啊，一点都不会心痛，成就你圆满布施波罗蜜。圆满的布施，你得三种功德了，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啊，但这三样东西都不是真的，都要舍。为什么呢？这身外之物啊，到极乐世界，你所受用的，全是自性本来具足的。我们没有开发，阿弥陀佛开发了，他开发出来供养给我们。啊，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如化身菩萨同样的享受啊，人间不能比，天上不能比，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不能比。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第二呢，边知见，知识之主，通常我们就用边见，边是两边，两边是什么？分别，分别之后你又执着了，你错了，啊，有没有两边呢？没有。所以两边是个错误的观念啊！什么两边呢？我、你就是两边的在这个世间，我们观念当中从来就没有离开两边，全是相对的，相对的就是边界啊，你看有凡有圣两边，有真有妄两边，有邪有正，有善有恶，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过去有未来，通通是两边。两边是分裂，两边断掉了就统一了，两边是不和啊，放下两边就和谐了。啊，我再造些你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包括这些国际上和平会议，参加了十多次，讨论的主题就如何让社会恢复安定和谐，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边界，那都有对立了，这怎么能和谐呢？啊，我们参加去做报告，就拿出佛法这个边界来，这个东西不能要，要断掉。啊，也就是说，决定不能有对立的这种思想，这个念头。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化解冲突，冲突是从对立来的，还以对立来化解，哪有这个道理？
啊，那用什么方法呢？不对立了。啊，如何要求呢？这是很高的智慧，也是很高的德行，不能要求对方，要求自己。我不跟他对立，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他跟我画了有界限，我跟他没有界限。要用德行去感化了。你是用真诚心的，他用的是妄心的。啊，他的心里头有怀疑，也就是他有贪嗔痴慢疑。我们心里的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这真诚心呢？啊，他对我再不好，我对他一味不变。啊，他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我怎么样对待他呢？用清净心对他，他这些行为、言论，绝不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干干净净，不染。啊，听而不闻，见而不著。啊，就一般讲，绝不放在心上。啊，心上放的什么呢？放的是仁慈。放的是慈悲。放的是一体，啊，放的是智慧。我们用智慧来观察、了解，他在迷，他不觉。我很幸运的，我现在有点觉悟了，我就不迷了。我如果跟他一样，啊，我要报复他，啊，我要跟他来辨别。那两个程度是一样高，一个高一个低，问题就化解了。为什么？高的会原谅低的，不去跟他计较。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30岁小孩跟80老头去打一架？有没有看到过？他为什么打不起来呢？啊，30岁小孩跟30岁就会吵架，他就真打得起来。80老跟80也会打得起来，80岁跟30岁绝对打不起来，就这个道理。啊，你细心去穿，你的程度比他高，问题不会产生，会化解。他的程度比我高，也打不起来。啊，这个冲突不会发生呐、啊，就化解冲突的方法了，要戒定慧，要六波罗蜜。啊，那么在中国人讲的时候，要仁义，要忠恕。啊，儒家的仁义忠恕真能解决问题。啊，佛家的真诚慈悲，啊，不但没有怨恨，没有报复，
还要全心全力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成就他的道德学问啊，让他们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啊，对立怨恨啊，外国人用的是手段，镇压、报复，解决不了问题，会把问题愈演愈烈，愈搅就越乱。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身见要断，边界要断了。边界断了的时候，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你会对于任何一个人亲切地去爱他，他虽然不爱你，找你的麻烦，那是业障，他迷惑，他没觉悟啊，你在这个时候正要你去帮助他，你学佛了，你要行菩萨道，你要普度苦难众生，他苦难了，你跟他有缘呢，你怎么不度他呢？啊，这叫真修行呢，这不是假的。佛菩萨教导我们的，全都做到了。啊，跟我处得很好的，绝对没有一点贪念心。啊，跟我做对的，没有怨恨心。永远用什么心呢？清净平等觉心。我们的学无量寿经真的得到这个。啊，觉心的虽然没有，一定是清净平等。啊，你的德行比他高，他一觉悟了，他自然受感动，他自然佩服你，跟你学习。你要跟他一般见识，两个人对立，不容易化解。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知道因果就会害怕。啊，因果里面说报复，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双方不知道要痛苦到多少生多少世，其中有一个觉悟才能化解。啊，两个都不觉悟，那太可怜了。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古人教给我们一句话，冤家宜解不宜结，一生不要跟人结怨。啊，我们自己勤修道德，有误会我们的人，有天意性两舌的人挑拨是非，挑拨是非的人有意的有无意的啊，你听信了，于是乎去起对立的念头，甚至有怨恨，我们在这个境界如何处理？
经常告诉我们，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这个众生讨厌我，我怎么叫他生欢喜心呢？我看到他在那里，我回避，我离开，哎，他就欢喜了。啊，这个都是智慧善巧方便的。啊，他常常回望我，我赞叹他。啊，他有恶的行为，那个恶的念头，我不放在心上，我一口不提。他做一点点好事，我都赞叹他。时间久了，他听到了某人在常赞叹你了。啊，你天天就批评他，假以时日，10年、20年、30年，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所以觉悟不是那么快的，1年、2年觉悟的那个根很厉害。10年、20年觉悟的很多啊，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他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观察。啊，也就是他的烦恼一习气很重，时间久了，烦恼障慢慢的时候平息了，他才觉悟了。在一生当中，他感觉到惭愧啊，对不起他，这个人这么好，真的是好人。一生当中能遇到几个？啊，这样好的友谊能不珍惜吗？啊，亲近一个好人，亲近一个善人，得的利益多啊！啊，亲近一个恶人，你受的伤害很多啊，总是以时间去做证明。那么他那个好是和谐性，他是装的呀，他要装一辈子也就变成真的了吗？那他装啊，能装一辈子啊，装到老死还装了个样子，那就真的了啊，那就不是假的了。你装装看，你能不能装？你能装几天？啊，所以人到冷静的时候，年岁大的时候，他就会思考。啊，想想过去，年轻的时候在一起这些朋友。年老的时候一半都不在了。我30年前在香港讲经，出家在家的同修朋友很多啊，现在1/3都不在了。还在的人也不常见面，见面的时候感慨万千，这不真叫不堪回首啊。啊，多少的机缘遇到了没有抓住，不知道积功累德，不知道改恶向善，不知道转迷为悟，不知道转凡为圣，这机会统统错过。啊，甚至不知道真修真练呢。啊，依照经教，那叫真修，叫真练。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真理。啊，身见边界，总要看得淡薄，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淡薄，这就是功夫有进步。啊，如果一年比一年严重，那不但没有进步，你退步了，你学得再多，学得再好，将来果报在三途。啊，西方极乐世界没份呢，这不能不知道啊。第三个是邪见，邪见是错的，之见错误。邪见里面最多的是误会，啊，事实真相没有了解，就相信别人所说的。孔夫子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老人家说《论语》里都讲啊，你看夫子对待人态度。他说早年他对待人相信别人讲的话，可是到中年以后啊，他态度不就变了。他说我听其言要观其行，早年他相信啊，他不必观他的行啊，讲的他真相信啊，到自己年龄慢慢大的时候，觉得哦，人家说的是好的，是吧？未必是他做的好。听其言而观其行啊！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呀、啊！这避免邪见呐、啊！啊，听其言而不观其行，常常就有错误之见产生。啊，那就会造成误会。误会对别人伤害不大，对自己伤害太大了，自己造业。啊，如果是对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对一切众生呢有好处的人，这样的人对他产生误会，啊，轻易随便批评、毁谤，那个业可造重了。这原因全是邪见。啊，邪见所造成的这个罪业，叫你堕落在三途啊！啊，所以明了这个因果，这种事情可怕。用什么来破它呢？真见。啊，真能破邪，所以五种见都没有了，叫真见。啊，第四个叫见取见，第五个叫戒禁取见，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看。中国人所谓的成见就这两种。成见为什么分两种呢？它有因有果。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啊，你比如今天的人，
我们从因上来讲，大家以为竞争才能够得到啊，得到你的名利，这个观念错误。财富不是竞争得到的，汉书里头一句话说得很好，古之竞者有德有命，这个竞是什么呢？竞是向上提升，有地位有财富，我们讲的富贵提升你的富贵。古人说什么？那要德，那要命。你要修德，你要造命那在佛法讲三种布施尊心道德，你会提升他说今之尽者呢，唯财于利。汉朝距离我们现在2000年，那个时候世风日下了，现在要想得到功名富贵靠什么呢？为财，财是贿赂为利就势力用财也就是用不正当的时候威胁利诱利诱是财，威胁是利，用这个来取得功名富贵在那个时候有少，不是很多，现在普遍了全世界都有怎么办所以你们知道我对老师的感恩念念不忘要不是老师给我选这条道路，我早就不在人间。不在人间到哪里去了？肯定到三途去了，因为那种怨恨没法再化解带着怨恨，带着不平，死了以后都是畜生恶鬼地狱怎么可能到极乐世界等于说把我从三途拉回来，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老师的恩德，要没有遇到老师，怎么会知道？怎么会回头？老师这个恩德太大了，超过父母太多了。父母给我这个生命呢，没有办法叫我离开轮回呀。我遇到这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把我从三卧道拉回来，
啊，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从这个社会大染缸里面拉出来，能在这一生当中保持清净不染，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啊，生生世世都感恩不尽啊。啊，如何报答？依教奉行，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报师恩了。啊，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人护持，护持的人太多了，千千万万了。啊，让我们在物质精神生活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是护法的恩，施主的恩啊，我们真正成就才能报答施主。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还。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我们怎样报恩？报父母恩，报老师恩，报佛菩萨恩，报师主恩，都要自己真正成就，决定得生净土。啊，我们才不辜负这么多对我有恩有义之人。啊，包括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都有恩德。为什么呢？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回报侮辱，正是在考验我们境界。啊，他们是考试官，我来参加考试，关关通过。没有怨恨的，没有报复，只有感恩。啊，只生欢喜心，没有怨恨心。啊，考验我们功夫是不是真的提升了，是不是真的成就了？所以那是考试我们的人啊，那好老师啊。严格的考试啊，我们关关通过你不通过这些关口，你的信心从哪来？自己信心没有，别人怎么会相信你？所以说，于自己于教化众生有大利益了。啊，见取见是果上的，啊，结果怎么？结果错了。我们学佛，如果学到最后升天了，错了，怎么跑天上去了？天上不错，但是不是我们的愿望啊？那降了好几级了。啊，如果来生又到人间来了，更糟糕了，就原地踏步没动。如果堕落到三途了，退步了。啊，是果上。啊，那这个就是乾隆时候灌顶法师啊，在《大势至圆通章注解》里面最后的一页，他给我们说出。念佛有一百种果报，头一条就是阿鼻地狱。啊，念佛怎么会念到阿鼻地狱去了？啊，念到恶鬼道去了，
念到畜生道去了，啊，念到罗刹修罗道去了。有啊，真有，不是没有啊。啊，所以修学心性太重要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求与心得相应。啊，这是前面这五种烦恼要断了，见惑。啊，断掉就是正见。啊，后面有五种是思惑。啊，第六个是贪。第七个是慧。啊，慧是嗔慧。啊，第八个是慢，傲慢。第九个是无明，无明就是痴，就是愚痴。第十个是疑，啊，所以后面这五个我们常讲，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麻烦。前面这五种错误的见解。虽然很猛烈，但是容易断。后面这个五种啊，贪嗔痴慢疑啊，非常不好断。啊，古人比喻叫藕断丝连。啊，说明它不容易断。啊，这个东西通通断掉了。十种烦恼统统断掉了，证阿罗汉果啊！啊，这十种烦恼都有，我们是凡夫，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学佛没有提升的，学了几十年，这十样东西都在。顶多在世间法里头，啊，你的伦理道德提升一点。在佛法里面，你是原地踏步，你没有一丝毫的进展。啊，佛法里面讲修行功夫就在放下，这十条有没有放下？啊，真正功夫是这个，不是说一天念多少经，念多少佛号，啊，拜几百拜几千拜。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些都是方法，方法有没有收到效果？效果是这些东西淡薄了，没有了，这是效果。啊，真正考验自己的功夫要拿这个来对照。啊，我们还有没有贪心？我们的贪心跟去年比较比较。比去年重还比去年轻？啊，比去年轻很好，有进步了。啊，再看嗔慧心。啊，在这个逆境里头、恶缘里头，还生不生嗔慧？啊，要常常这样做比较。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傲慢？要真认真检讨，不认真检讨你不会发现的。啊，无明是愚痴，没智慧啊。啊，想错了，做错了，都是属于无明。啊，疑惑，疑是没有信心。啊，头一个，我们想想。这是社会普遍的现象，
我对自己有没有信心？信心从最低的地方说起。我相不相信我能做个好人？我相不相信我能落实弟子规？落实弟子规就是做个好人。我们曾经听说，过去我们在汤池做实验，37位老师，2个月当中就弟子规落实了。我要求的是4个月，没想到他2个月就落实了。我们自己能不能相信？我3个月落实，我半年落实。再不然我1年把它落实。这真功夫啊。这叫真干啊。会念会讲会背没用啊。你没做到啊。就成功的秘诀，老实听话真干。听谁的话？听古圣先贤的话，听佛菩萨的话。佛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这10种烦恼要放下。我们哪一条放下了？现在我们讲义，我们对圣贤教诲能不怀疑？我们都是修佛，都是修净土。净宗学会成立，我们提出5门功课，有没有怀疑？第一个，净业三福，我们真信了吗？真信就做到了。没做到，不信呐，不信就是疑啊。疑带来的灾难比前面全重，也是后后生于前景，一怀疑前面全没有了，连根拔掉了。怀疑真的像建大楼是第几页？没有他，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自己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老师。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是孔子。老师是圣贤，他在哪里？他在书本里，在经典里，在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相信，我们才真正肯学习。我们要把他们的教训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这真管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